本人毕永旺，身为月村多年来的大家长，我决定把我所有的财产换来的盐田，由我的孙子毕国建和南岳李小姐共同继承。共同继承。此份遗嘱呢，由毕国建先生和南岳李小姐完成结婚登记，并在月村待满一年，正式成立。结婚？啥？群销售女王，怎么不赶快结婚隐退，省在那边跟我们抢厂商？想要我隐退，真是 no class 哎。那王师傅，我回来了。这次两组客人都指定要由你来料理。不要脸的东西，敢跟我抢男人啊！我原本还想要介绍 Amy 给你认识的啊，她是我在国外读书的同学。有位客人吃了我们的食物，身体不舒服。你这个副主厨是怎么当的？这是大龙师傅进的野，不赶快下跪认错！我是 Alan 的未婚妻。你要是敢继续缠着他，就不止这一巴掌。我就不知道那个台北花花世界到底有什么。我之前就跟你讲过了，我就不喜欢待在月村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嘿，我就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如果离开，不会变得更好。是通通没有。这个甜甜的味道，你要记得，阿公以后就交给你。如果阿公最后的心愿是希望我们留下来复兴盐田，那我愿意跟你结婚。幸福不是一个人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东西。相信我，给我一年的时间，我会帮你得到你想要的幸福。一年，就一年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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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夏天的歌和你一起唱。对付夏天不亲切的电费，怕你会忽然的放电，在这之前我必须先做好准备、yeah、没有沙滩也想晒阳光，冰箱啤酒都喝光，夏天的歌和我一起唱。你要我找的答案就在这片田里，对吧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答案的。